这边是一条河，这应该是条护城河。我在这里转一圈，以表示我的这个城市啊。我记得在我看地图的时候啊，它基本上就是河里面那一圈。我觉得就是说，现在我已经走到外城了，按照这个说法，现在已经在外城了。我在这照一张相，我觉得这个景色好漂亮。这朵小花你看看多漂亮。